小灵猫，请问170到170。你看，这膨胀，它是反酥了，表面反酥，这个真的很难炸。我看不出来它有膨胀大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所有的人都反对我。你来对我们这样，蛮明显，质地也变了。果然这些是保持的学生。大小林，大小林要沾什么呢？甜面酱跟葱。甜面酱跟葱，这是杭州大小。谢谢我。